I guess my parents had something to say. So I will deliver the microphone to my parents, to the two parents. Thank you. Oh, 先生们、女士们啊，首先呢，我要感谢从远道而来参加我女儿攀岩、我女婿刘钊的婚礼，由衷的深深的感谢，谢谢你们。第二句话呢，我和我的夫人今天很高兴，因为我女儿攀岩和我女婿刘钊喜结连理，我也衷心的祝福他们，同时呢我也希望他们互敬互爱，这敬老爱幼，事业有成，永结同心，抬头到，谢谢。我先谢谢潘女士做我的儿媳。